现任理事长、前理事长，也是我们的总干事，还有我们的副理事长，叶副理事长，太多人要念了啊！其他没有念，不会不好意思哈、啊。慢慢。哦，三竹，大家好。喝一点酒下去，那讲不出话来。啊，李监事啊，会务人员呐、啊，还有各位贵宾，还有我们的会员，大家晚安。玩的愉快吗？愉快哈、哦。你看我们的理事长哈、哦、在搞笑给你们看，嘿，嘿。不知道人以为我很新，其实 我只有这一招而已。好了，大家玩得很愉快嘛哈。那我们下一次那个办旅游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再一起出来游玩啦哈。哦，我真的是参加太多会了。哎，下星期日又要三天两夜。前我们来的之前又去三天两夜哦。啊，整天一天到晚游山玩水，你看我吃外面才会吃的那么胖。但是我就是想说我怕胖嘛哦，所以我才扭一扭啦，要不然哦，真的是张老师一直说我好胖哦，没有行情呢。有啊，还1000块嘞。好啦，1000块总比那300块还好。那个公园人家一直喊，哎，300块还不？你行情还比那个陈翠华好嘞，陈翠华500块。又宵夜了，好，大家快快乐乐的出游哈，平平安安回家嘛哈。那感谢我们的行总干事啦，哦，他真的很能干嘞，真的很能干。讲歪了啊！很行啊！啊，不要讲那个干字那么难听啊！真的是很行，不能干哦，不能干，能行。他对啊，姓行啊，不是吗？啊，好，要感谢他啦！啊，大家掌声，谢谢他。嗯，还有谢谢谁？哎呀，谢谢我们的张里长啦！对啦，嘿。因为有他才有我们嘛，哈，对不对？啊、哦，你又不是我生的，不是啦，有一起出来游玩啦，啊，对不对？哈、哦，那你如果你今天你没有当里长，没有教我们唱歌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哈、哦，对不对？好，那我们也要感谢他，谢谢。还有谁？司机大哥啊，哟、哦，对哦，那些我始终都司机姓什么？姓冯啊。冯，没有。冯，好，冯先生，还有阿娥姐，也感谢你们两位，好、哦，谢谢。好、哦，司机的外号叫卤蛋。还有，谢谢我们的古什么古长坚呐、啊，他一直给我们录影哈，还有照相，感谢他。还有谁没有介绍到哈？我就是我们，谢谢大家好了，好不好？好，好了，谢谢我们大家哈，这边扭啊跳啊，大家让带动的，谢谢大家就好了啊，全部都有讲到了，然后，好，谢谢，好，下次我们再一起出游，谢谢，谢谢各位，晚安。哎，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里长要不要出来勉励几句？啊？总干事啦，总干事啦，对，我们还是邀请总干事好了，总干事先坐，来，总干事跟，要啦，讲几句啦，你那么会讲话，还是多会跳，好，会跳，会跳，我很会跳，深藏不露嘞，各位晚安，大家好，今天来哈，非常感谢我们来自大园的贵宾。还有我们的陈宝宝，其他我们的会员哈，最感谢就是我们的卤蛋跟阿娥小姐哈，谢谢他们，我们给他热烈掌声。好，来这里其实是一种享受，大家就知道我们杜老师跟张老师真的很会教，
哈，大家歌都唱得这么好。我们理事长其实非常风趣哈，他手艺非常好，他是一个手作都很强，不管是做布包包还是做面包蛋糕，他真的多才多艺啊。他人也很大方。其实我这个旅游也是依据他的时间，他真的很风趣啊。他现在因为跟发哥两个退休游山玩水啊，我们期待下次我们音乐学会，这次其实是我们瑞平班，国台跟客语班一起合办，那因为我们找一些我们会员一起来共襄盛举，我希望说今年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里长比较忙，但今年我们音乐学会会在可能下半年会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像歌唱比赛，那希望还有我们八月份我们是自贡旅游的哈。在这之后年底我希望抽空，因为大家都很开心嘛，我能够抽空我们社团会再办一次旅游，大家说好不好？好好，希望大家再度欢迎，谢谢大家。好，那个我们司机先生也是我的好同学啊，同窗六年的啊，他的外号叫卤蛋啊。那个我们还有阿某啊，今天这两天当中呢真的是我觉得安排的行程还不错啊，这行程好像是也是我太太跟那个我们孔林长他们两个所规划的啊，今天玩的还不错啊，有些地方那点我都没有去过的，可是很遗憾就是因为我脚受伤也没有也没有去绕前程的所以到那边找到有椅子我就坐有椅子我就坐尽量休息休息当然也是为了要走最长远的路嘛，对不对那感谢我们各位今天昨天今天两天的参与那今天当然呢我们出门我们发现一个叶家福叶家福在哪里啊？坐哪里？对那边我没有想到说他既然是我最要好的朋友的儿子对，所以照理来讲他应该叫我叔叔才对是啊，我是很老你看我那么年轻，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唱歌唱歌会年轻的，是不是？所以我今年贵庚你们不知道75岁了那叶美叶叶美叶，我其实我跟叶美叶的我们理事长的年龄是上下年龄的，对不对？我75岁，他就74岁对对对，好，真的是非常感谢好，我想说这两天当中我们大家玩得也很愉快也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也没有发现说有赌博输掉的都没有只是有听我们庄林长庄文武讲说整个晚上没有睡觉我问他说为什么没有睡觉，他整个晚上在找那个慢心对，没有想到慢心跑到那个我们那个叶文正他房间去躲起来了对不过还是有监视器啦我们张家还是有监视器在那边，张德顺的，张德顺一直护送我们曼先回去，一直到曼先躺下去他才走所以真的是照顾到无微不至我们要感谢张德顺先生朋友那个刘董，我经常叫刘董，也是刘一奇的哥哥刘一翔大家挥手好不好？好，对其实他跟我们来这两天他很开心，你有没有看到他头一直往后面看一直看对不对？因为他说我们后面有雅座所以我现在我要请他过来做雅座的滋味是如何好，那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请那个我们杜老师好了杜老师到前面来，我们的漂亮的，谢谢啦，谢谢我们的花花姐姐、花花妹妹，好，我们张里长以及我们的里长夫人，也是我们的总干事我们也美月理事长以及我们的副理事长叶文珍副理事长，那个常务副理事长，还有我们的
秘书，啊，我们的陈翠华秘书哈，也是我们瑞普歌谣班的班主任，啊，以及我们简理事啊，还有我们的最辛苦的古昌宝古监事。啊，他这两天都帮我们长肩啊，这两天都帮我们拍的美美的照哈。那当然了，我们要最感谢的就是我们最辛苦的我们的问奖大哥啊，也是还有我们的阿儿姐，真的我们这两天我们的阿儿姐哈一直带动，真的是很厉害哦哈。真的，我有时候你看，等到说他要唱歌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就是要另外一个造型出来了。哦，这样子、啊，所以他准备很多的道具哈，真的很用心哦，真的很用心，真的哈。哎，昨天的那个狼塞怎么没有拿出来？等一下他们唱，我就拿一下。啊，对啊，这最后压轴。啊，是啊，是啊。留到下次吧，不要全部18班五一都搬出来，等一下哈、哦，第19班没有了啦，只有18班而已哈，说不要留，是啊哈，不要留太多、啊。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很多我们新面孔也是都是我们的最佳贵宾啦哈，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刘董。大刘董，小刘董在后面，大刘董在前面。真的、啊，然后今昨天有吃到啊，谢谢啦，谢谢。那个是老公赞助的哈、啊，那是老公，要谢谢老公。老公今天刚好办桌，他没空可以来哈、啊，所以他心里人在家里，心都已经在跟着我们出来，对对。我们刘董说下个礼拜他要来我们这边唱歌哦，来，我们掌声欢迎他，开心。没关系，你来听也好，你来听哈，我们不会给你压力的。我们的庄董也曾经来我们这边，来一年哦，一年都来听歌都没唱歌，他现在会唱会跳了，很厉害，你看，对，真的哈、哦，真的人不可貌相哈，真的，而且今天这两天都玩得很开心啊，跟大家玩在一起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哈，真的，我今天哦在车上听到我们所有的同学真的。你们的歌艺都进步非常的多、啊、那平常在上课的时候没有办法说一一的听你们个人在唱，说听不 也很难听得出来说你们唱哪里唱得好，因为都是在复习歌曲、啊、然后接着是唱新歌，但没想到在车上、啊、哇，你们的歌声真的都很棒哦，真的都很好，每一个都很会唱很会唱、哦、真的是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吧，谢谢啦，谢谢这一年多来有你们的陪伴，然后你们也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然后一直在支持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非常的开心，那我希望说往后呢还能够继续来支持我杜安昭好不好，你们支持我也就等于支持我们的张里长以及我们的夫人，好，因为张里长真的是在你们这个瑞平里这个里长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很好哈，然后你知道一个人当选两个人服务真的是团队服务受惠多多，一人当选团队服务团队服务，还有我们的志工们哈，你们都很辛苦哈，但志工你我很少看到有这么志工这么认真啊，就是你们瑞平里最认真了，也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吧，真的很开心哈、哦。其实我来到你的瑞平里也是我的福气啦，真是谢谢感谢大家哈、哦。那在这两天呢，祝福真的是玩得非常的开心。那在这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邀请。